禀天文岁数丁酉年五月七日，在中华民国屏东县万万乡西山凤山寺报府社团法人阿高城保安文化协会经营大溪凤山寺公职宫，开启保安公职尊王妙应先辈立为新旗，即咱立为新圣，前往保安府回乡大吉，恭迎保安公职尊王妙应先辈立为新旗，相当高照。并本公职尊王妙应先辈立为新旗，今日良时吉日，西山凤山寺万万保护社团法人阿高城保护文化协会李干事会制定委员会肃宴大典，典礼开始。鞭炮演不起来了，那不能跳。
停。Thank you.